真相一直都在你身边，只是你还没发觉而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调查员梁伟。还记得第二季73期视频利用神秘洞穴让人物卡在空中游泳的 bug 吗？看过那期视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这个 bug 只能在海岛地图卡，而且只有特定的山洞才能卡。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卡出空中游泳的 bug？ 你还别说，真有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一下原版视频。接下来我们就去试一下。投稿的粉丝告诉我说，只要把船开到训练场的土地上，让他们形成一个夹角，然后让人物趴下，慢慢的往夹角里面钻，就可以卡出空中游泳的姿势了。试一下，这个位置差不多，趴下往里面钻看看。果然成功了，我们再试一次。经过测试发现，叫船和地面形成一个合适的夹角，人物朝着里面爬，100%能卡出空中泳的 bug。 哦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就这一个位置可以吗？我如果换个地方是不是就不能卡出这个 bug 了？试一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只要卡的角度合适，在哪里都是能触发的。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出空中泳的 bug 和正常泳的区别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？快上游戏体验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